古天乐呢日出席品牌活动，佢话疫情期间大部分时间都留喺屋企，好耐冇试过休息咁耐啊！我真系好耐冇试过，都有两个几三个月。咁啊，就喺呢段期间就做咗一样平时冇时间做嘅嘢，睇电视剧咯。咁啊，睇咗好多而家大家即系讨论当中嘅比较 hit 啲嘅电视剧。咁啊，但系都原来都几辛苦嘅系。因為佢一集都成一個鐘頭四十五分鐘，或者一個鐘頭半個小時，咁你即係睇一部電影咁滯。咁16集咁你一睇已經睇到，哇！睇到我咧。韓劇、美劇、西班牙劇佢都有睇㗎。總之近排好 hit 或者好睇嘅，佢都會睇。咁其實而家係一個真係一個串流平台嘅世界啦。咁我覺得未來可能嗰個影視啊，或者大家對唔同啊，或者電影啊、電視嘅需求啊，喺邊個睇嘅嗰會，我覺得會有一定程度嘅改變。咁啊，反而會考慮緊唔同其他嘅一啲形式去做另外一件事，都係睇下而家其實觀眾即係需要啲乜嘢比較緊要啲咯。咁啊，靈感啊要不斷創作嘅。